피해서. 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笨蛋，这个顾医生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男朋友？不是。 他在那，我在这。他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最仰慕的人，也是我曾经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为什么是曾经？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。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。 他也常常这样叹息，抱怨上帝害在他的实验室里玩骰子。你的导师也是实验不顺利，因为他总是选择很少有人走的那条路，虽然常常失败，但马塔博士仍然是无人知道最了不起的医生。马塔博士。 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尝试用细胞移植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马塔博士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是他20多年前的罕见病试验了，那个时候你可能都还没出生。素媛。 谢谢你，艾丽特医生，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医院了，再见。顾医生，为什么执意要做这个手术？因为医生不应该忽视病人身上发出来的任何一个信号。 今天晚上到底为什么要去将军家喝酒？ 惹祸精，一切都不让人省心。到底谁是惹祸精？大半夜的还要让我跑到将军家去捞你？艾瑞特，你快点帮我跟将军求情吧。素媛，你以后能不能离那个艾瑞特远一点？为什么他是一个好人？ 因为你是我的翻译，你不是艾瑞特的翻译。你今天晚上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，好好清醒清醒。别走。